农历正月十二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今天的一分钟内容有：今天上午，微博网友爆料，三星 SDI 电池天津工厂发生火灾，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据消防队通报，起火物质为生产车间内的锂电池及部分半成品。不过该说法还没有得到三星的官方证实。弱弱的问一句，着火的不会是三星 S8 的新电池吧？今日，魅族宣布将于2月15日召开魅蓝新品发布会。不出意外，这次发布会的主角就应该是前几日刚刚在闲鱼完成首发的魅蓝 5S。 从邀请函上看得出，魅蓝 5S 最大的特色应该是快充。微博粉丝 W 永自强评论道，魅蓝开启了千元级时代，红米开启了二次元时代。还有消息称，魅族这次还会发布一款配件产品，大家可以猜一猜会是什么。近日，阿里爆料平台闲鱼又曝光了一款锤子手机，据说是出自离职员工之手。从屏幕信息上看，这部手机代号为 Diamond， 搭载骁龙625处理器，运行 Android 的 6.0 系统。目前锤子官方还未对此事做出回应。小编觉得可能这部手机就是第一锤子 TMD， 听起来就很屌啊。今天联发科发布了 Halo P25， P25 加入了对12位双 ISP 的支持，采用16纳米主频为 2.5GHz 的八核 A53，GPU 为900兆赫兹的玛丽 T880MP2， 最高支持 6GB 的 LPDDR4X 内存。据说某族的众多新品已经饥渴难耐了。下面是单身汪的嘲讽时间。淘宝网友洛某某某 C 表示，买了3-4次了，纸很好，用着很舒服，希望推出小包小包纸的组合，毕竟我在宿舍，老杨懂得。在此老杨祝你鸡年大吉吧。网友 K 某某某 A 表示，很好用，不掉屑，有淡淡的竹香，不添加荧光剂，用起来很放心。这条写着像刷单的。网友君某某某稳表示，不错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哎，少年不知大大贵，不禁漂白，安全柔韧的围住竹子，呵护你的关键部位。三大包加十小包，只要19.9元包邮。淘宝搜索店铺，备注老杨等你来调戏。